胖胖虎，贝贝跟嗨，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鲨鱼宝宝医院。如果你生病了，我们会让你恢复健康的。好啊。请帮帮我们。哦，是警察、消防员和一位技师，他们看起来受伤了，我们快点来治疗他们吧，请跟我来。第一位病人，警察，请进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我在抓小偷时受伤了。站住！你的额头有一道伤口。哎呀哎呀，好痛啊，真的好痛。那个狡猾的小偷，我差点就抓住他了，请快点帮我治疗。哦不，小偷害你受伤了，别担心，我马上来看一下。伤口里有很多细菌，让我们用消毒剂消灭这些细菌吧。这会有点刺痛哦。搞定了，现在我要擦上药膏，帮助伤口愈合。朋友们，让我们再把药膏挤在伤口上。太棒了，伤口已经消肿了。最后贴上 OK 绷。你想要哪一款 OK 绷？一油一油，请给我警车的图案。一油一油，警车开始行动，太酷了！受伤的嘟嘟嘟嘟嘟额头，嘟嘟嘟嘟嘟都好了，嘟嘟嘟嘟嘟治疗完成。啊！我的体检器和包包被偷了。你竟然敢在警察面前偷东西！给我站住！朋友们，让我们找找小偷躲在哪里。啊！就在那里。抓到你了！你竟然敢偷医生宝贵的听诊器！还给你！我找到你的包包和听诊器了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警察先生，你是最棒的！好的，下一位病人。受伤了，请告诉我。我在扑灭火灾时受伤了。我想你的腿被烫伤了。真的好痛啊，请帮帮我。啊哦！让我们赶快治疗烫伤的部位，避免恶化。皮肤因为高温而红肿了，让我们用冷水来舒缓皮肤。哦，啊哦！你的皮肤已经冷却下来了，接下来要在水泡上擦上药膏。啊，这真的好痛！我会轻轻擦拭，不会让你感到疼痛。好的。你真的真棒，
我会帮你包扎。你想要哪一款绷带呢？我想要有助于扑灭火灾的水滴图案。哇，太棒了！腿上的嘟噜噜嘟噜烫伤，嘟噜噜嘟噜都好了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非常感谢你。哦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有地震，我们快躲到桌子底下，保护好你的头。大家都没事吗？你们可以出来了。哎呦，你帮我们安全度过地震，非常感谢你。如果地震了，记得要躲在桌子下面，我会记住的。你哪里受伤了？请告诉我。重重的锤子砸到我的手臂上。看起来你的手臂受伤了。我真的很痛，请帮帮我。我应该把锤子放在安全的地方的。我想你可能摔断了骨头，我需要检查一下。先来照一张 X 光片，检查一下骨头的状况。好的，开始吧。你手臂的骨头断了，我们把骨头拼在一起吧。哎呀！坚持一下，好痛！完成，你做的太好了。我会帮你包上石膏，让你的骨头可以粘在一起。首先，我们先戴上夹板，防止手臂移动。然后再帮你缠上绷带。全部完成。你需要用一个背带，直到你完全康复。你想要哪一种图案？我想要车子的图案。谢谢你。背锤子，嘟噜噜嘟噜长短刀，嘟噜噜嘟噜手臂，嘟噜噜嘟噜治疗完成。救护车的声音听起来怪怪的，坏掉了吗？把坏掉的车交给我吧，我马上把它修好。修好啦！哇，如果没有救护车，会是个大麻烦的。感谢你修好它。我很高兴你们现在都恢复健康了。非常感谢你帮我们治疗。朋友们，今天也谢谢你们的帮助，答应我要保持安全和健康哦。好的。下次见。拜拜。嗨，朋友们，使用拼缝 Plus 一起享用各种游戏活动吧，立即